那不叫失眠吧，那就兴奋开心，对，就是你有这种心情休息都会晚一点。对，还在紧张的状态下还没放松下来。其实在那一刻还是会想念自己家乡的一些美食吧。什么都想吃，村里什么都难吃，就想吃面子。那些乡亲们都全都来迎接我，感觉很激动。就上领奖台那个吧，就单人。可能就是跟家里人在一块，我觉得这是我作为运动员这么多年最期盼的一个活动。